据媒体报道，5月23日，一组毛不易路透照曝光。从照片中能看到，毛不易现在是真的瘦了。之前圆圆的小胖脸，现在已经瘦下来，能看出脸型了。瘦下来之后，毛不易原本容易被人忽略的大长腿优势，也完全展现出来。网友们也纷纷感慨，现在的毛毛看着终于有183的样子了。当然，喜欢毛不易的人更多的是因为毛不易的歌触动的内心，希望毛不易能够一直凭借自己的才华，拥有更多的歌迷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